米特居然能完美的克制鼠方特技自救，哎呀，很多人就很疑惑了，米特这么弱，对吧？米特能克制自救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胡椒粉罐头啊。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能啊，米特掏出一个胡椒粉罐头，掉落的胡椒粉会变成一个烟雾，老鼠接触到这个烟雾会掉血，在这个烟雾里自救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自救出来的一瞬间就没了。可谓是克制的死死的，好吧，特别是加了猫方特技这个免控之后呀，米特可谓是如虎添翼，好吧，解决了他一个上火箭难的一个问题，米特也可以挤进 T1 的一个行列了，相信很多猫鼠玩家都对这个米特比较的陌生，好吧，今天就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，老样子别忘记点赞啊。大家不要看这个班位啊只有两个，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已经是猫皇了，只是说现在开学了嘛，这个鼠皇的车队也少了，那就肯定会将就一下排到什么钻石车队对啊，对吧，就把整体这个段位就拉低了。而且这局的话开局也不是很顺利啊，开局来了这个训练营拿的第一块经验之后，其他四怪一瞬间就没了，到最后我也是只拿了一块经验，等级还是一个一级啊，算是一个天崩的开局了。开局喝下隐身，去家园碰一下运气啊，个人感觉家园出老鼠的一个几率还是很大的，你看果不其然，好吧，一个恶魔出来一刀带走，再拍一下再拍一下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个穷追猛打，哎，但是这个恶魔的话是有个自起的，这个时候的自起还是挺强的，就瞬间就起来了，根本就不可能什么抓两个，不存在的。那我们就直接去熊猫古板上火箭了啊，这里有一个米雪儿在这，应该是在这里喂熊猫，要喂了三四个了吧，拿一个罐子一扔，哎，没砸到，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恶魔也是赶到，先用一个胡椒粉丢一下，这一刀先留着不着急啊，身上只有一个三级，等级确实是有点低了，而且身上是没有一个道具的，秒不掉老鼠很尴尬，好吧，想买一个夹子布扇，哎，这边刚好老鼠又给了一个夹子，一个跳就成功救下。那我们这一波的话就赶快跟一下这个仙女鼠吧，仙女鼠一个空血的钻过去，应该是仙女鼠钻了，哎，我靠，钻错了，一刀打中，我们还差一点点血，我们先掏个胡椒粉，我们还想刷盾，一个胡椒粉丢空了，再一刀打中死掉。那我们继续去板这个熊猫谷啊，熊猫谷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问题不大，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免控，直接开个免控吧。第一的话怕老鼠手的，第二的话我们也没有带一个细心，这边这个夹子没清理啊，我们只能开免控上了。哎，这个米雪儿是这个香水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叉子打出来，一刀打中还有一丝血，这个时候就有点尴尬了，米特的话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伤害的。米雪儿这时候还喝牛奶，那我们肯定要守下的，他这波肯定是喝不起来的，一刀带走，他还想强行喝吗？这怎么可能，那直接把他抓起来，但是因为我们这波是没有免控的，所以是强迫自己，对吧，换了一个火箭，这波确实是把自己给玩崩了，不然的话这一把这个节奏是非常好的，没有带细心啊。我主要是想着，对吧，我带了免控之后可以直接上火箭了，我还带一个细心干嘛，哎，但是感觉这个细心还是有用处的啊。哎呦，这一波恶魔是隐身过去救援了，我们掏一个胡椒粉过来守一下这个米雪啊，看来他还很年轻，还想卡我的一个弱点，直接一个胡椒粉就带走了。哎，我想去绑那个熊猫谷，但是我这个免控还是没好，我只能回来继续绑，知道这边是有一个老鼠在的，一个隐身的恶魔，好吧，都不用想，哎，倒是这波不知道去哪了，我们直接要放个夹子，因为下一波的话免控是好了，再掏个胡椒粉，把这个胡椒粉扔过去，哎呦，这波是扔错位置了，我们在这边刷盾就是救不了了，他是，哎，但是仙女鼠过来是救下，那我们既然打中一次恶魔，那我们继续追恶魔好了，哎呦，他又踩盾回去了，这波有点尴尬了，奶酪的话已经是推了四块了，这奶酪推的好快啊，不过最后时间我们是把这个恶魔抓起来，开个免控直接上火箭，要躲一下他的星星，小心，哎，我们看了一下他的星星身上是不够的，那上一波的话仙女鼠应该是直接闯送过来的，所以说这波的话星星不够，我直接追上去一刀一个胡椒粉，那这一波他想自救回血，我们在旁边不可能让他存在啊，旁边还有一个隐身的侦探，哎呦，我们追过去抓仙女鼠，仙女鼠也是自起了，这时候这个自起确实是有点厉害，好吧，现在这个局面对于我来说还是很不利的，知道吗？现在已经是推了四块奶酪了啊，然后我们还没放飞一只老鼠，虽然说得了两个秒飞火箭，我这波想把这个鞭炮丢一下，但是被这个万能的碎片扎了一下脚，好吧，扎到自己了，没有办法啊，走过去，哎，刚好是撞到了一个隐身的侦探啊，还好是抓到这个隐身的侦探了，不然真的会很绝望呀，他隐身过去直接丢个烟，那第五块奶酪也没了，这还怎么玩，毒死，自救不起来，毒死，自救不起来，毒死，自救不起来，自救起来，毒死。
啊，真的是全靠这一手烟雾啊！仙君说把他扶起来，我一个跳到两个，刚好他们一人一个秒飞火箭，好吧，这个秒飞火箭给你，熊猫谷的那个秒飞火箭给你，这局面的话一下就清晰了很多啊！在最后时间是把我的五块奶酪都推完，一个爪刀，一个烟雾弹，这米雪儿的话应该是要被毒死了啊！我们再要跟上他，不要让他自救起来了，因为这个自救确实是有点快了，好吧？就直接版训练营啊，可能还可以来个试飞，对吧？恶魔在哪？我们先放一个盒子，不着急。哇，恶魔是个隐身的，无所谓，好吧，他救下也没用啊，这个是跑不了的，他一个桃子要腰都没有，这个走路太慢了，一刀带走。先掏一个胡椒粉，不着急，因为就算他把我砸下来，这个胡椒粉也可以帮我补一个伤害，好吧？那直接把这个胡椒粉丢在火箭旁边。哎，你看一砸下来他就毒死了，我们继续上火箭，他已经没有一个罐子了啊，这波他也没有一个无畏了，就算是救下他也是一直毒死，这波已经稳操胜券了，你看又毒死，直接对吧，那这样的话这波恶魔也送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先买一个新火箭成功试飞啊，大家看看这个米特你们觉得强吗？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还不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